老公上位，谢安琪名店当奶扮阔太。谢安琪 B B 啊！佢老公正废柴。哇！唔好再咁讲自己啦，傻猪。而家当然唔系废柴啦。以往坐食山崩嘅日子啊，阿聪两公婆衣食住行都要喺大埔区解决嘅时候啊，现时雄风再现嘅佢啊，上星期啊带埋老婆一齐冲出大埔去名店林立嘅铜锣湾利苑行街啊，唔知系咪阿老公揾到个钱，阿 K 一改啊以往朴素嘅打扮啊，忽然一身名牌啊抌晒上身咁样。不过啊，有钱又未必等于有 taste 嘅。阿 K 带住嘅 Chanel 黑超同埋耳环，手拎住个大大 logo 嘅 Chanel 袋，又用 iPhone 6 Plus 咁样，惊死人哋啊！唔知佢有钱买名牌啊，定系还是喺 Chanel 度打工咧吓，副 gear 咁款。间中啊，无啦啦发育嘅佢啊，上围再次升级，喺紧身横间背心箍紧嘅情况底下，加上佢啊脚踏六寸高踭鞋，寸步难行，一直啊要翘实老公啊，慢慢行咁样。之后阿聪啊，挫住咁行去礼顿中心摔个靓发，当奶 K 就要独自等的士啦。啊，等下车嘅时候又冇声大发，好聊身旁嘅 B B 玩喎。期间又扁嘴又嘟嘴，表情多多，哇！老公红咗啊，个人心情都唔同晒啊！